棚内呢也来了三位美女，她们已经准备就绪了。早安，三位。早。首先为您介绍就是严曼，就是小提琴手。早安。另外就是陈慧文，慧文早。早安。素琴哈。另外就是大提琴手，那是君燕。早安，三位。早安。很高兴你们今天呢特别特别抽空早上来到我们的节目啊。好，说说你们的这个组合哈，你们就是三位美女的这个乐团哈。应该常被人这么说吧？还好。我们就请严小姐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。请问你们是在本地唯一一个像这样子类型的乐团吗？嗯，应该是，因为通常来说有很多弦乐四重奏啊，或是钢琴三重奏，但是像竖琴三重奏这种是可能是。很只是我们这一个这样而已，定制这样的乐团，对不对？那你们的这个乐团的主要是以咱们的曲风来呈现呢？音乐方面，对，因为很特别，是因为那个竖琴三重奏没有很多就是古典的那些曲目，所以很多呢都是我们要需要 commission， 就是请作者帮请作曲家来写给我们。所以然后最近呢，我们刚刚上个星期有去加拿大代表新加坡去表演，也是因为我们的曲目啊或是演出的风格比较特殊，所以他们要求我们去这样。竖琴在新加坡有演有学习的人好像挺少的吧？现在还开始比较多了，对。所以比起钢琴啊小提琴是比较少的，对。那在这个曲风方面能不能也帮我们做个介绍？我知道你们最近也出了一张专辑了。对对，我们的专辑就叫Isis Trio Passion 啊。 Passion 就是热情的意思。我们是其实是因为我们已经好几年4年了已经一起在表演，然后我们已经去各地表演了，在外地表演，所以我们吸取很多不一样的音乐的影响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把这些全部放在一起，就出了我们的专辑。所以那个曲目呢就比较特别，会有一些好像 Tango 呢，然后一些好像西班牙歌 Spanish 的感觉，还有华语的。特别，我想观众朋友都跟我一样非常期待啊，好不好？请你们现场我们演奏一小段呢。好。我们啦，这首是Skyline，是为了跟人家说早安。是是，非常的振奋人心，我觉得，通过这个古典乐呢，为国家庆生，我相信这个观众朋友应该感受到他们这个热情跟热忱哈。那你说这重新这个编曲过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我们要爱国嘛，不可以少掉本地的这个创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他们三位还特别准备了个礼物要送给大家，是什么礼物呢？这个改编版的，改编版的是为了我们今天的特别日子准备的，所以啊，你们听应该都全部人都知道，这是 home，家。好，我们洗耳恭听。
强的一首音乐家。非常感谢你们三位，谢谢你们来为我们国家献上这份祝福，谢谢。好，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们也想感受这三位音乐家的这个魅力的话呢，这里有个活动详情告诉您，那就是呢 ，ICIS Trio 专辑发布会，那是在8月19日星期五呢，就在滨海湾金沙购物中心6222-2329是询问电话，或者是呢，你也可以上以下的网站 www.caffeb.com.sg。是，好，那广告之后回来呢，我们带您去看烟花表演，别走开了。这一天。